大家好，我是罗宾，欢迎来到罗宾水族。罗宾水族频道订阅人数终于突破10000人次了，太开心了！感谢感谢感谢各位的支持与爱戴，罗宾水族才可以突破10000人次。那突破10000人次，当然是要干嘛？送东西咯，抽奖，我们要来办抽奖。那抽这个，这是拉玛国际这个出品的这个精美的水族桌历，你想要得到这个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精美水族桌历，它到底有多精美呢？一起看影片吧。看完了这个影片，你是不是很想得到这精美的桌历呢？那我们来开始讲我们的抽奖咯。我们一共会抽出3位幸运得主，那其中前2位会得到这2本，这一本，一人一本而已，就是精美的桌历，还有这个 ATR 水草易肥组，还有根肥，这样是一份。然后前2名才有，第3名的话就是 ATR 水草易肥组还有根肥。然后我们参加的办法，我们可以看我们影片底下会有资讯栏，会有公布抽奖的办法。我们在底下留言罗宾水族我要抽奖，那我们会在12月26号晚上9点台湾时间，会在我们的 YouTube 罗宾水族频道直接开直播，我们来公开抽奖，抽出3位的幸运得主。那你想要得到吗？赶快在底下留言吧。在留言之前，记得先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你才可以得到罗宾水族最新的影片通知。那我们也预祝各位能够幸运抽到大奖。我们罗宾水族今天这集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